这个蒙太奇效果你下载下来之后，里面有两个档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呢是不用安装版本哈，所以你点两下，它就问你要撇啊，说到哪里哈，这边有没有？它看起来像安装，事实上不是的哈。那你可以选择像这个，你可以选择看你要再多要不要多开一个资料夹。好，如果你有多开一个资料夹，因为它待会等一下，在这里，这样，那它就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。好，所以你看我现在在弄，那有没有多一个资料夹？你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解压缩在这边，把解压缩在这边。好，解压缩完了。那这里有一个更多图片的图样，这个其实你可以选择啦，哈，你可以选择到底要或不要都没关系，它只是做一个撇压缩的动作而已。好，它问你说你刚那个档案放在哪边，那这个动作如果你没有做，其实不影响，只是说等一下我们在做的时候，这个这样子的话，这边会多比较多这个范本可以用，好，比较多范本可以用这样子。我看一下哈，好。下一步，下一步，它就解压缩进去，好就好了。好，那所以你当然呢，其实这个档案因为不用安装嘛，哈，所以其实你回家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带在随身碟面就可以用的。好，在这边，好，你看这里里面解压缩完之后，你可以打开这个，这里有好几个，实际上你用这个就可以了，叭叭打开。那打开了之后呢，哇，看起来都是英文的，马上就不玩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这次还不错，它有中文，但是很抱歉，只有简体的中文。你看哈，这个缺的没有，不用了哈，这个我不用检查新版本，这应该是最新的哈。来，这边，哎，那我快，这里按一下哈，国旗按一下，找一下有没有中简体的哈，全部按呢你。至少可以看得到一点点中文哈，你关掉之后重新启动，这样至少有看到一点点嘛，不会那么陌生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把画面还给各位喽。你可以先解压缩之后，把那个语气先把它换成简体的哈，换起，这是谁在按呢？你在外面有没有常常看到有小图拼成大图的？有没有？就是像这样，就叫蒙太奇啦哈。这样一种效果，最早我们一般最常看、最早看到是在以前有一部电影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，叫做《楚门的世界》，有吗？没有哈。那你有没有看过英国啊或美国啊？他们有一些电视报道说有一种叫做一种节目名称叫做实境节目，就是说把你，比如说他就居家的生活啊，然后就这样。直接广播啊，就直接透过电视 live 播出啊。我们你没有看过这个，有没有看过那种橱窗生活？国外有人就住在橱窗里面啊，他在干什么事情，大家都一目了然这样子啊。那种叫实境节目，因为楚门世界就在讲那个故事，所以最早开始就是从这边，啊，就从这边就楚门的世界，他就是在讲这件事。那他这个效果最主要。刚开始就是从它的电影海报，它的海报就是长得像这样子。我看一下我下面有没有放，好，我下面没有放。你看好，我们用这个关键字找一下。当然要找图哈，所以我们来找一个图片，你就知道有没有？你看这一张有没有看到了？这就是楚门的世界。哎，你看到，你如果认真仔细看一点，它就是有很多小图书组成的。你知道了哈，所以这个海报出来之后，哎，大家就觉得哎，这个效果好像蛮不错的，好，然后后来就慢慢有软体把它，刚开始是没有，就要一张一张慢慢调，等一下你把每一张照片的颜色，好像我们在做拼图一样，拼成那个颜色，就调成那个颜色之后，然后慢慢的去组成一张，啊，组成一张，那是后来就是有一些软体就越做越方便，啊，所以这个叫楚门的世界，你看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啊，啊。那这个呢，它就是活在众人的目光下，却不自知，这样你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后来为什么说有很多电影啊、电视啊，他们做所谓实境节目，跟这个电影有非常大的关系哈。好，那你了解这样的概念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样子。
所以待会呢，事实上你可以去找一张，不过呢，我们不要说到 A3 啦、啊。你看我们一般现实生活里面，有时候外墙那个瓷砖吗？不是用瓷砖拼成那个大图吗？也是跟这个概念一样吧？啊，一样的哈。那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，首先不用那么大张，我们可以小张一点啊，比如说一米也是很大啦哈，我们做到 A4 就好了啦。事实上，这个它有时候要做比较大的哈。好，几百平方米，但是这个相容尺寸，如果很难去理解哈。当然中文之后其实我不太会，我比较会的是英文，因为看成简体之后有时候学怪怪的。好，那其实就是说它每一块每一块，你只要想到那个瓷砖呐，那个瓷砖每一块要多大？好，多大哈？那这里呢，你要几个哈？几个版式的，它这里还有哈。那我想我们先照预设纸，但是重点是你先告诉他你要做成哪一张，所以你可以先找找看你的照片。当然，那也可以一次做很多张，啊，一次做很多张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这样子啊，我的图片要用这个万年的这四张吗？我们换看看别的好了哈。好，假设我拿这一张哈，打开，有没有看到它是很多格的？那接着你事实上就是要告诉他说，那我到底要用，因为你要做好这张照片是要很多小张组成的，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多一个那个身旁，因为它里面也有，但是不是那么多。那你如果多加那个就会比较多一点哈。那我们来这边呢，就可以往下看。那我看到右手边这里，它就有一些身旁，有没有？这里啊，它二跟三啊，就是你去选哈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部分。好了，那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按第二个，他就问你，好，你的档案在哪里？就这个是什么档案？就是我们他预设呢，他有给你一些生活的那些图小图，那他会从那边找。我这边呢，先原则上我们先暂时用这样哈，先暂时用他的哈。好 ，OK， 第三个，他就马上做给你看了，下面有没有开始分析？对不对哈？所以其实你的那个什么，你的照片越多越好，那你的来源越丰富是越好，就是颜色的那种变化度越多的话，它做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。我把它打开，啊，没关系，我看一下哈。它有几个档案好像找不到，没有关系哈。哦，这里面也有这个 Like 呢，也有 Facebook 呢。那么它有做完了之后呢，它的尺寸会是这样子哈，马赛克的尺寸有没有？3425，有没有？它就做完了哦。那你要不要打开目的资料夹？把它打开哈。它原则上呢，做好的时候会在哪里？会在你刚刚，我们刚刚不是有指定好这一张照片吗？对不对？会在同一个目录里面。你看有没有左手边有一个？他还真的蛮贴心的，连档案名称都变简体了。你看，我们把它打开。那这种照片其实并不适合怎么样近看。近看的话，就好像你看那个公车的外墙海报有没有广告啊，或者是像外面是那种房地产的，你会很近看？不会，你都远远的看，就有那个感觉的。所以你仔细看，有没有它里面都是一张一张一张组成的？他会尽量去做一些颜色上的调整，有没有？啊，颜色上的调整，就是真的很认真看，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，这样了解了吗？知道什么叫马赛克了，那个蒙太奇效果了哈。那我把画面就还给各位啦，你可以再来玩看看。然后先挑好自己的那一张，然后二三，就算后面这里不变的话，你直接按三，它就帮你产生了哈。好，你可以先再尝试一下。在一看了之后呢，发现同学大家最大的问题都是这里不能按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同学这里不能按，那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先看一下哈。我们刚刚在这里，我们在这个蒙太奇效果的时候，有没有另外一个，对不对？变成生态哈。那这个你点开之后呢，有些同学没有注意到，就是当你按完这边，这里有一个，有没有？他问你说你的路径要放在哪里？因为我们不是用安装的，所以你要告诉他你的刚刚你放那个蒙太奇的档案在哪边，
好，我就要放到这边来，有人没有做，所以这里会找不到，那你重新执行是就可以。那么如果你万一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哦，假设没有自己准备图片，你看呢，他准备的图片里面他这个叫鱼跟头，有没有样本，里面有分很多类别哦，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哦，来这就这一呢缩图有没有一个，好，哦，你就可以来看，他的这个都很小的，因为他在给你做就是做生头用的，有没有，好，他帮你准备很多。那如果你觉得哎这样还不太够，你想要用自己的图来拼成那个也可以哦。你看呢，我们看第二个步骤，啊，对的，我先顺便跟各位讲一下，刚刚我们在这呢是不是先决定那个马赛克跟蒙太奇的那个尺寸，对不对？你看下面这里有没有 title size， 什么叫 title， 日文你一定听过泰鲁，啊，那个词叫你叫泰鲁，干啥呢？但是对我来讲啊，就是为自己来嘛，泰鲁。所以我们这一张用 A4 做好的会总共多少张？两千块拼起来，按一下到了。好，好，那另外下面这还有 pattern 哦。什么叫 pattern？ 就是它的样式。你现在看到是不是好像就是等分的，对不对？这样一格一格的。事实上它还有分哦。你看哦，这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有没有发现这个图这里不一样的？对不对？因为它这边应该是搭配，比如说像有没有做瓷砖啊，又比较不规则的那种变化的时候。啊，就是不见得说一定是一块一块接的刚刚好的，哎，所以你可以从这个 pattern 里面你去看看说，哎，这个尺寸是不一样的，你也可以混搭的哦，它有混搭的，有没有？你看上面这边，我们放大一点会比较好看，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没有接的小，对不对哈？就不会这样上下都接起来的哈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挑。那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看第二个，我们刚刚讲的，你说万一这边没有的，你看我预设有没有在这里？对不对？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，还是说你想要再增加多一点、更丰富一点的，你可以从加单一张的从这边来，加资料夹的从这里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比如说我要加资料夹，好不好？反正我们里面很多嘛。练习图档里面就一堆了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这样就 OK 了，你可以把它怎么样储存起来。哎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给他一点时间，他在下面有没有在分析，有没有？好，你会按了储存之后，他就开始分析说，哎，你里面有哪些照片，还有哪些照片哈，他会需要一点点时间。好，等到他弄好了，那 OK， 那这样你的时间就准备好了，这样了解吗？你先第一个就是动作，我写明给他一张什么大图，然后呢，第二个告诉他你要用哪些时间。来做，你看他找完了，有没有发现找到690张？好，你要确定，他就把它列出来，有没有？列出来给你看一下，看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 OK。甚至你还可以找什么影片哦？你看这里有没有叫 You check this file from video？ 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在影片，我可以把影片的内容就这样一张抓出来，直接拼成我们大图也可以。好，所以这个也都还蛮不错的哈。那你看好像就 OK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第三个就可以按了。你如果没有做第二个动作的时候，你的第三个是灰色的，好，这样按下去它就可以继续做。这样有没有清楚了？好，那把后面再还给你了。